衔接第一集，现在是第二集啊。我们已经掌握了将整个的边沿的部分啊，你的长围巾的边沿全挑出来，所有的针啊，第二行均匀剪制160针。好了，我们将这160针向上织的是什么？拧针的双螺纹，拧针的双螺纹。刚才第一集同学们已经截过图了啊，都知道是怎样操作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这衣服真精致，好美哈。然后呢，我们向上织多高呢？只织5厘米就好了，看，只织5厘米。好，织够了这5厘米之后，我们就来到腋下了，要进行分针了。这160针我们要给它分3部分，后背片和左右前片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，如果涉及到开衫，我们一定要把门襟的部分给留出来，理解了吗？啊，门襟的部分一定要留出来啊。什么叫门襟的部分？就是你要有重叠的这一部分。但是鉴于这款啊，重叠的位置不能留的太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它两部分这儿正好在胸部这儿啊，如果你留的太多的话，它两边就有点不对称了，视觉上会觉得不对称，尽管针数一样，所以要考虑到这点啊，所以我们重叠的位置尽量别太多。那么160针，我们要给它分成前后两部分的话，要怎样来呢？如果均分的话，各80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就让左右前片各多4针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也就是说，从后背片的80针里边找出8针来啊，后背片只给它留72针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剩下是谁呀？剩下就给前后啊，左右前片了啊。左右前片的针数各44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用这样的分针方式啊，实际上我们在其他的整片编织的服装当中啊，用的非常广泛，就是整体织，然后呢，给它左右将花纹这个位置啊，门襟位置对折，对折以后轻拍，拍完了以后看它的这个位置啊，刚好实际上就是分了3部分，但是还要进行一下1-2针的微调，因为有的时候为了花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让左右前片相同针数以后，然后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将整个的后背片的部分和前片要分别的向上织，但是腋下要有剪针呢，按照怎样的规律剪的腋下的针呢？同学们看啊，我们要在前后片的边沿一次性剪3针，这位置啊，这位置也如是啊，后背片也如是，这儿都一样的啊。一次性剪3针之后，我们要怎样？注意看啊，我们要在它的这个剪过3针的位置啊，在隔一行剪一针，剪3次，这边如是，这边也如是啊。左右前片和后背片都是这样的剪针规律啊，这边包括这个位置啊，好了，都剪完之后，好，不必剪领口。为什么不必剪？事后再说啊。有些老想知道这个窗帘型的这个领口到底是怎么搞定的呢？啊，我会在最后教给大家，不用着急啊。好，都剪完针之后，我们依然织的是拧针的双螺纹啊，继续向上编织的，后背片也是向上织，前片也这样向上织啊，没有经过领口的剪针。那么我们要向上一共给它织多高呢？总体啊，我们要给它向上织18厘米，从哪开始算的？从你腋下第一次分针的位置算，一直到哪儿？一直到你的上头这儿。从腋下算啊，从腋下算啊，这个位置的长度，记住了吗？好，完成了高度之后，后背片儿，注意啦，后背片儿怎样？留一根长线，留，我想想留多长啊？留1米的长线就可以了啊，用一会儿缝合前后尖头用。左右前片也是分别向上织，也就是剪完腋下之后啊，也是分别向上织的，高度也是要到18厘米，你要跟后背片一样高，理解了吗？好，也是18。然后我们要怎样？华彩的部分来了，有同学说，哎呦老师，你这个根本就没有在这个领口这剪针，那整个前片左右前片都铺脖子这儿了，
那怎么弄这个后脖子呀？但是你这个怎么这就有了减的针数了呢？注意了啊，这也是和所有的传统毛衣织法不一样的地方。你要了解到，我们事后呢要给它做这样的一个窗帘效果的领口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必须有足够的针数才行。你说你减了针就没有这效果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它是怎样完成的呢？一定要注意，按照我们的这个针数来啊。你最后注意了啊，你最后剩下的前后的针数啊在一起，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给它后脖子留出多少啊？20针来，注意了啊，后脖子留出20针来，这20针是干嘛的？直接平收就好了，收一个平边儿，别太紧，收平边就行了啊。取20针是这样的，因为你是在正中取的，所以左右剩的针数是一样的，对吗？好，这时候就拿你的后背片剩下的针数和前片一起给它织缝上，前后尖头织缝。有同学说："哎呦，那可糟糕了！您这剩的针数前边多，后边少，根本没法织缝在一块儿，这没法操作啦，对不对？"实际上，我们的特别之处就在这儿啊！你一定要拿，你前边是剩的很多的啊，这会儿要记得啊，后边是少的，你一定要怎样？拿少的针数和多的针数在一起织缝。隔几针就把2针前片的针数和后片的一针，也就是说3针织成一针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我们通常是干嘛？是将前边一针和后边一针啊，一共2针串一起织缝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次我们是3针，明白了吗？事后同学们自己算一下啊，假设啊，我说的是假设啊，假设你的后边剩了23针，前边剩了33针，我说的是假设啊，多出10针来。这10针，同学们通过计算就能够给它算出来，是按照怎样一个规律给它收好，理解了吗？啊，如果实在还不会的话，多准备几个别扣，理解了吗？啊，看你哪个是多出来的，然后别上，别上隔几针，别上，哎，正好10针，别了10个别扣，好了，只要到别扣的地方就是3针和1针，前边出2针，后边出1针，理解了吗？哈哈，这个招数啊，也运用于初学者刚开始织毛衣的时候，没算好针数，前后不一样多了，这位置差了，或者说这位置小了，都可以用刚刚这个方法补救。好了，最花彩的部分你已经学会了哈。尽管我们是3针和1针，可是别太紧啊！别看哎呦3针和1针，我使劲勒着吧，勒着整个肩宽又不够了，理解了吗？所以这点一定要引起大家注意啊。好，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。前后片儿连接了，有同学说："哎呦，连接完了以后也不是你这样子呀，还是不行啊，不好看呀。这么漂亮这个效果，大幕拉开，怎样形成的呢？"我会在下集给大家详细讲解，你一定要注意看。先给这集点个赞，下集我们一起啊。